如果枪名最后一个数字是患难时间，没数字就不变会怎样？这个机制还是挺有趣的，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吧。变化一 M416736C MK47 废了，步枪中一共只有五把枪名带数字的，有两把枪还好，数字还能接受。 M16AA4 换弹变成4秒了， M762 换弹变成2秒了，但另外三把就惨了， M416 和 736C 变成了6秒， MK47 变成了7秒，一梭子打完换弹太慢了，基本都废了。变化二 98K M417 没人用了，这么一改，狙击枪中有两把也惨遭削弱，他们就是 98K 和 M417， 原本换弹还挺快的， 98K 有子弹带换弹只要 2.8 秒， M417 甚至才 1.6 秒，现在变成了8秒和7秒，基本也没人会用了，毕竟其他的选择太多了。变化三 P90 M200 MK20H 超级加强，这样改有削弱的枪，当然也有加强的枪，这三把就是超级加强，因为他们的最后一个数字都是零，换弹时间都变成了零秒，也就是完全不用换弹了。不过 P90 和 M200 是专属子弹，不然就太无敌了。变化四 MG3 无敌了， MG3 原本的换弹时间长达 8.2 秒，现在这么一改，换弹就变成了3秒，就和普通的步枪一样了，几乎就没有短板了，而且它用的是 7.62 子弹，子弹随便用，真的要无敌了。